西汉末年，朝政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外戚宦官专权，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西汉王朝历经200余年，终于走到了尽头。新朝建立后，王莽实行改制，导致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时候，从南阳冲岭的阡陌上走出了东汉帝国的缔造者光武帝刘秀。在乎万岁，三乎万万岁。公元前5年1月15日，光武帝出生于陈留郡济阳县，父亲刘钦因当地一株禾架上长出9个金灿灿的大谷穗，故以嘉禾之瑞给他取了这个响亮的名字秀。光武帝是汉高祖刘邦9世孙，出自汉景帝长沙王刘发一脉，其父刘钦曾任济阳县令，母亲樊贤都乃胡杨名门之女。公元3年，刘钦去世，年仅9岁的刘秀被时任萧县县令的叔父刘良收养。后来，刘秀回到家乡冲岭白水村，放过牛，种过庄稼，放过粮食，亲身体验到稼穑辛劳与苍生为艰。为了改变命运，年轻的刘秀背起行囊，毅然踏上西行的旅途。他来到首都长安太学，拜中大夫徐子威为师，学习尚书。为解决学习费用，刘秀与同学凑钱买了一头驴，租给他人使用，靠租金接济生活。等到学有所成后，刘秀又回到家乡。刘秀当年呢，到这个长安求学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外出，看见这个织金吾，就是长安城的这个卫戍司令的车队呢，从这个大街上经过。当时呢，人马众多，这个衣甲鲜明。这个刘秀看完之后呢，就很激动。后来呢，感慨地说：“仕宦当作织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在这个年轻的刘秀的心中呢，他就滋生的这种理想，大概就是做一个高级军官，取得一个这个娇美的妻子。公元17年，荆州北部地区爆发由新市人王匡、王凤兄弟领导的绿林军起义，山东琅琊人樊崇也率领赤眉军在莒县起事，反对王莽统治。在绿林赤眉起义的感召下，刘秀于公元22年与其兄刘演以复兴汉室为口号，组成冲岭军，加入推翻王莽统治的农民起义行列。冲岭军刚拉起队伍时，装备简陋，特别是军中缺少战马。刘秀把几匹马让给哥哥刘演和骁将刘季等人，自己从牛圈里挑选了一头牛作为坐骑。攻打新野时，新野县尉视起义军为一群乌合之众，便打开城门迎战，朝着骑牛的刘秀扑来。刘秀装成很害怕的样子，左躲右闪，突然他顺势一枪杀死这名县尉，夺获其战马。官军一见失去首领，顿时大乱。刘演借势率军拼杀，首战告捷。紧接着，起义军又进拔吉阳，打了一个大胜仗。起义军在南阳的迅速发展，急得王莽坐卧不宁。为了扑灭势如燎原的反抗声浪，王莽严令南阳郡守甄馥和都尉梁丘次尽快镇压起义军。小长安在今天河南南阳宛城的瓦店镇，在这儿冲岭军遭遇了官军的阻击，几乎全军覆没。
刘秀和他的小妹同骑匹马得以逃生，而他的二哥二姐连同刘氏宗亲的数十人都死于乱军之中。刘氏宗亲为推翻王莽新朝统治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小长安之战后，刘演收集残兵，退保吉阳。此时汉军人心不稳，且军情吃紧，甄父和梁秋次趁着胜利的时机，带领十万精兵在淳水边安营扎寨，拉开与起义军决战的战略架势。危难之时，王常带兵来到宜丘，刘演、刘秀、李通与王常商议，决定整合队伍，向官军发起进攻。经过休整和周密部署，起义军突出骑兵两面夹击，使官军猝不及防，死伤一万余人，甄父梁秋次亦被击杀。公元23年，汉军已发展到10万人，起义军将领都主张拥立一个刘姓的皇帝，以此统一号令，顺应人心。于是在宛城南面的御水拥立刘氏宗室刘玄为帝，年号更始。刘玄就是历史上的更始帝。刘演被任命为大司马，刘秀为偏将军。但是偏将军呢官不大，但是虽然这个官不大，但是呢也可以独立领兵作战，这样的话给刘秀的这个发挥他的军事才能呢就创造了机会。当时呢刘秀被封为这个偏将军之后呢，他没有官印。在这个东汉时期呢，任何人做官呢必须有官印，叫官凭印，他没办法。后来呢他在打仗的时候呢缴获了一枚这个定武侯加成的这个印，他不管说这个印呢是不是和他的这个官名一致，他呢就把他配之入朝，就是带着这个印呢就去这个做官了。更始政权的建立是绿林军的一次整合，由于有了相对统一的领导，使各支队伍的联系更加紧密，整个反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刘演指挥主力围攻宛城，同时由王凤、王常、刘秀等率军20000人北上，连克昆阳、定陵、偃县，缴获大量物资，供应围攻宛城之战。王莽感到长安受到极大威胁，即派王毅、王寻调集各州郡精兵42万大军直扑昆阳城。守城汉军仅8-9千人，看着官军铺天盖地汹涌而来，多数将领主张撤离，但此时避开敌人正在攻打宛城的主力部队就会暴露在敌人面前。在关键时刻，刘秀说服王凤、王成坚守昆阳城，自己当夜率13铁骑冲出重围，飞驰到偃县、定陵，调集近1000名援兵驰援昆阳。刘秀镇定指挥，组成3000人的敢死队一马当先，勇猛冲杀，直捣王毅、王寻大营，并杀死王寻。城内守军见此情形，击鼓呐喊，冲杀而出，城内城外密集夹攻，大破官军于昆阳城下。不久，绿林赤眉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混战之中，新朝覆灭。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一少胜多、一弱胜强的战役，它直接影响到两汉之际的政权更替。王莽新朝因为主力部队的覆没更是摇摇欲坠，身为太常偏将军的刘秀一战成名，特别是他那见小敌怯见大敌勇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昆阳大捷后，刘秀率军乘胜夺取了颍阳，刘演继而夺取了宛城，从此
兄弟二人威望更高，名声更大，引起更始朝中君臣不安。于是更始帝计议杀害了刘演。噩耗传来，正领兵在外的刘秀自知事故，强忍悲痛，主动回到宛城向更始帝谢罪，忍辱负重，没有为哥哥举办葬礼，而在宛城洞房花烛迎娶心仪已久的阴丽华，用智慧躲过了一场生死大劫。其实新朝虽然覆灭，但是黄河以北州郡未曾归附更始政权，赤眉军在山东发展迅速，更有许多割据势力各霸一方。在这些被割据地区中，河北显得非常重要，可以说能不能控制河北决定更始政权的命运。在这种时局下，更始帝委派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之职前去河北宣抚，虽然没有配置兵马粮草和辎重，但刘秀取得经略河北的主动权，从此挣脱牢笼，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公元23年10月，刘秀北渡黄河，开始招抚河北州郡之旅。他一路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分遣官员，巡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河北地区许多豪强地主率领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他征得各阶层民众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逐渐形成建立政权的基础。但是刘秀招抚河北的征途并非一帆风顺，而常常是危机四伏。得知刘秀北上的讯息后，在邯郸称帝的王朗传檄郡县，悬赏10万户捉拿光武。刘秀只得屈驾南返，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沉夜兼行，惶惑不知所向，几度陷入绝地。刘秀和王朗呢在河北大战，王朗呢这个追赶刘秀，刘秀呢没办法，就开始这个朝这个滹沱河呢这个撤退。但到了滹沱河附近的时候呢，刘秀知道滹沱河的水很大，那么要渡河的话，没有渡船那是很困难的。士兵呢也都知道，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前有滹沱河，后有这个王朗大军追击呢，都很紧张。那么刘秀呢就派手下一员大将呢叫王霸去先去侦查，看怎么能够渡过这个滹沱河。那么王霸呢为了这个不引起军心动摇，于是呢就谎报说这个滹沱河呢结冰了，实际上呢没有结冰。但是呢刘秀一听滹沱河结冰，就赶紧催动大军朝这个结冰的地方呢去赶。结果呢到了岸边之后呢，这个滹沱河呢果然结冰了。当时河北的天气呢虽然很冷，是冬天，但是呢滹沱河呢有时候结冰，有时候不结冰。结果呢他们碰上正好结冰，于是呢刘秀呢就赶紧让士兵呢用这个布袋盛上这个沙子撒在冰面，然后呢快速渡过了滹沱河。那么有意思的是，王朗的大军呢到了河边一看，这个冰呢已经化了，那么河水呢就阻止了王朗的这个追军，使刘秀呢再一次这个逃脱了追赶。为了消灭河北最强大的武装势力王朗集团，争取真定王刘阳的支持，刘秀用和亲计纳其外甥女郭圣通为夫人，缔结一桩政治婚姻，从而得到刘阳兵众10万余人。公元24年5月，刘秀攻克邯郸，诛杀王朗，扫除了占领河北的最大障碍。刘秀在河北呢与王朗之间的这个大战呢持续了大概5-6年时间，因为王朗的势力呢也很强大。刘秀呢虽然得到一些这个地方豪强的支持，但是呢双方之间呢长期拉锯。那么在这时间呢，这个刘秀的手下呢有一些这个官员呢，有一些这个将领呢就开始首鼠两端啊，
看着刘秀的这个势力衰弱的时候，就偷偷跟王囊勾结。但是最后呢，这个刘秀消灭了王囊，从王囊的这个住所里边搜出了数千份这个，自己的手下的官吏和军官与王囊这个交通，以及呢书信里边呢有诽谤刘秀的这些内容。但是呢，刘秀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他把这数千份书信当着手下官吏的面通通的烧了。称之为邯郸焚书。眼看刘秀在河北的势力日益壮大，更始帝极为不安，便封刘秀为萧王，令其交出兵马回长安受领封赏。刘秀审时度势，拒不领命，击杀了更始帝派来监视他的一些官员，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公元24年秋天，刘秀征发幽州十郡突击，与占据河北地区的铜马、高湖、重连、由来等农民起义军激战，接连取得胜利，破降数十万铜马军，故当时人称刘秀为铜马帝。公元25年六月，刘秀已经跨州聚土，带兵百万，在众臣的拥戴下，于常山郡号称千秋亭登基称帝，以汉为国号，史称东汉。不久迁都洛阳，这一年刘秀31岁，正是如日中天的光景。一个政权的建立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天意，二是民心。在邯郸之战后，刘秀迅速地平定了河北地区，一些部将纷纷劝进要刘秀称帝。刘秀见时机未成熟，婉拒了部将的请求。远在京城的同学强华这时候带来了一道赤腹赋，那赋上写道：刘秀发兵不到，肆意云集斗龙也，四七之际火为主。火代表着汉家的国运。这道赋说明刘秀称帝是上天的旨意，预示众将再次劝进，刘秀决定举行登基大典。而此时远在长安城的更始帝只知歌舞升平，寻欢作乐，每日不理朝政，重用无能之辈，怀疑诸将并斩杀功臣，引起宫中长达一个多月的混战。赤眉军趁机攻入长安，更始帝逃往高陵。十月，更始帝来到长乐宫启降，将皇帝的随印献给赤眉军。随后赤眉军将领谢露密令亲兵将更始帝缢死。更始帝刘玄被处死的当晚，刘秀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悲痛，念及他是自己的同族兄长，就下令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大司徒邓禹妥善处理后事，把刘玄安葬在霸陵。刘秀不念杀兄之仇，杀兄之恨，这样对待刘玄，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宽广的胸怀。东汉建立第三年，光武帝打败赤眉军，建武六年统一关东地区，使割路河西的窦融归附。建武9年至12年，又先后平定天水、巴蜀地区。经过12年的时间，光武帝歼灭群雄，使得新王末年以来纷争战乱长达20余年的中国大地再次归于一统。光武帝自冲陵起事到登基称帝只用了3年时间，这一建国速度在中外历史上罕见，归根结底源于他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
源于他延揽天下英雄、雍容大度的胸襟。其麾下的邓禹、寇恂、吴汉、冯异、耿弇、贾复等将领，贤能敢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以各智能之事也。至今还传颂着与其打天下、辅朝政的云台二十八宿的千古佳话。当然，云台二十八将呢，这个不是刘秀封的。刘秀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呢叫刘庄，刘庄继位之后呢叫汉明帝。汉明帝在永元三年，大概就是公元60年前后，他感念这一群将军呢辅佐他父亲建立东汉王朝的这个功绩，于是乎呢就命令人在这个宫殿里边呢绘了这个28位将军的画像，和这个前下的这个叫28宿相对应啊，因为当时的阴阳五行呢这个称为学说流行，和这个相对应，那么就有了所谓的云台28将之说。光武帝统治时期，以柔道治天下，多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废除严酷的法律制度，实行田租30税1，减轻百姓负担，废除耕役制度，组织军队屯垦，放免刑徒为庶民，用于边郡屯田，下令渡田检查户口，加强封建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简政简吏，裁并400多县，加强中央集权，全国政务经尚书台总揽于皇帝，废除地方掌握军队的都尉。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使东汉初年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的局面，史称光武中兴。光武中兴是中国秦汉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光彩的篇章。所谓中兴，是汉王朝的中兴。西汉王朝经历王莽新朝的替代，再次复兴，并在此后延续了近200年的时间。汉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久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光武帝在位33年间，时常思念故乡的山水，他先后6次携眷回到冲陵白水村探望父老乡亲，祭拜列位先祖，演绎出一位真命天子的平民情怀。公元57年3月29日，光武帝驾崩于洛阳南宫，被安葬于园陵，庙号世祖，是光武帝，享年63岁。